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特别节目。在这一集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拜登总统最近的辩论表现所引发的政坛风暴。民主党的捐款者和支持者面临巨大的压力，对拜登的未来感到焦虑。究竟该如何应对这一危机？有人主张应该立即换人，有人则认为应该再观望一阵子。而在另一边，美国选民也在热烈讨论总统年龄问题，担心年事已高的拜登和特朗普是否还能升任这一重任。这些讨论岂止影响了总统选举，还可能波及到参众两院甚至地方选举。到底拜登能否克服这次辩论中的失误，民主党又能否保持团结，我们将为您一一解析。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三篇重量级文章，分别来自 CNN、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和英国电讯报。这些文章围绕着一个共同话题，美国总统拜登在最近的辩论表现以及其引发的广泛焦虑和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CNN 的文章。文章从拜登辩论表现引发的民主党捐赠者恐慌入手，详细介绍了民主党内部对拜登的支持和质疑。一部分捐赠者认为，强迫拜登退出竞选将是一个徒劳且自我毁灭的举措。他们认为，焦点应该放在如何在不改变拜登候选人地位的前提下进行运作。另一部分则建议在进一步评估辩论带来的影响后才采取行动。还有一部分捐赠者和顾问则呼吁立即寻找新的候选人，因为距离大选仅有4个月时间。民主党内部的分歧显而易见，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决定权在拜登手中。没有人希望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冲突，因为这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缺乏一个明确的接班人也是一个重大障碍，使得许多人呼吁耐心等待更多的数据，以便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从不同角度来看 ，CNN 的报道详细展示了民主党内部的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捐赠者和顾问们的焦虑反映了对拜登辩论表现的深切担忧，但同时也展现了党内对替代方案的谨慎态度。这种谨慎不仅是因为拜登的个人意愿，还因为党内缺乏一个能够迅速整合各方力量的接班人。接下来，我们转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的报道。文章从更广泛的视角探讨了美国政治中的老龄化问题，尤其是在拜登和特朗普这两位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候选人再次参选的背景下。根据民调，选民对拜登的年龄尤其担忧，认为他可能无法胜任总统职务。文章指出，美国国会的平均年龄近年来稳步上升，现任国会是历史上最年长的之一。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老龄化现象的原因，包括人口老龄化和政治职位的结构性限制。通过对比其他国家的议会，文章指出，美国在这方面是一个异类，其他国家的议会成员年龄相对年轻。文章还探讨了年轻人参政的困难，包括最低年龄限制、文化障碍和金钱问题。ABC 的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视角，展示了美国政治中的老龄化问题如何影响政策决策和代表性民主的有效性。文章强调了年轻人参政的重要性，但也指出了现实中的诸多障碍。这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拜登年龄问题背后的复杂性，以及整个政治体系面临的挑战。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英国电讯报的文章。文章详细描述了拜登和特朗普在最近的辩论中的表现及其引发的反响。文章指出，拜登的表现让许多民主党人感到恐慌，他们担心如果不采取行动，不仅会失去白宫，还可能在参议院、众议院和地方选举中遭受重大损失。文章详细分析了辩论中的关键问题，如阿富汗撤军、乌克兰战争和中东政策。文章认为，特朗普在辩论中依旧是那个自夸、吹嘘、撒谎的自己，而拜登的表现则让人对其领导能力产生了疑虑。文章还提到，尽管两人都在辩论中表现不佳，但拜登的辩论失利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更加严重。电讯报的报道强调了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如何可能影响整个党派的选情。文章指出，尽管拜登在辩论中表现不佳，但目前民主党没有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这使得党内对拜登的支持和质疑交织在一起。文章还指出，未来几天将决定拜登是否能够继续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这对整个自由世界的领导至关重要。
通过对这三篇文章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治的复杂性和多重挑战。这不仅仅是关于拜登的辩论表现，更是关于一个老龄化的政治体系如何应对当今世界的复杂问题。从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到选民对候选人年龄的担忧，再到全球媒体对美国政治的关注，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复杂的背景。在这个特别节目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当前的政治局势，还要思考未来的可能性。拜登是否会继续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如果他决定退出，谁将成为接班人？年轻人是否能够在这个老龄化的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能为观众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当前的政治局势及其潜在的影响。无论未来如何发展，拜登的辩论表现和其引发的广泛讨论，无疑将成为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将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为您带来最新的分析和评论。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Broadcasters paint the scene, world events on our screen. Every look a different theme, words collide in the stream. 6 degrees connect the dots, background stories more than nuts. Hear the voices rise alive, truth unveils in every spot.Every story finds its way. Introspectors day by day, hidden truths come to play.Background shades of gray, every story finds its way. Cultures, I go.What trend really or do not? What enough to be you? Everything and ever. What enough and after? What enough and after? What enough and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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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ough and after?